一级这样这样子卡线，那我一级直接过来了，喜欢卡是吧？打个闪现，压你波状态，我就少刷点野怪无所谓，不吃他们线上的经验，回家。 这么快，其实我好亏啊！沙拉芬，你应该一起走河道的，他不应该走线上。谢谢糖宝的66张粉丝牌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他怎么走线就很尴尬。 这波我的，能杀吧？好，细节躲 Q， 兄弟躲得好。这波我没打好。我操，这下路这么菜吗？下路这么菜吗？我操！ 被他们下路这个组合线杀了，那我只能说5个字：有事打电话。 真有那么硬吗，兄弟？就硬吃伤害是，高估了自己的坦度。对面应该会拿小龙这一波，应该会拿个小龙。 来一口，看能不能给我个助攻。啊，意料之中。只要对面不是打野不是太菜，这波都不可能不拿小龙的。 我觉得为这波。 好标！
下路这个两个人我都帮都不想去，先把野怪清了，有机会再去。打的差的你很难去一直帮的。 位六级第一件事就是抓中单，完了，我死了。他突然升六，还好他没技能了，这突然升六妈太恐怖了。 突然升六真的太吓人了，好配合。 但是我的人头好少了，基本上是没有人头的。中单太妃容易被对面针对啊，对面有个魏加小法这种英雄，一个点肥很容易被对面针对死。对面狼人开技能了。 这没啥办法，我都想闪现把帮他早点咬死。 狼人有没有叫闪，兄弟们？好像只叫了个屏障吧？有叫闪吗？确实是没有关注到。 叫了个 DF， 小龙三十秒，这个小龙，哎，我想把这三嘴清完回家买神话去的，不知道能不能来得及。魏现在在下半河道，我必须要打到神话再去的，可能要放了。 没事，阿哥上去回家买海药。这把这个下路对线打得这么差吗，兄弟？谢茂无眠的科技血瓶，谢谢。 没啥太好的办法。 放中路吧，早点把中塔拿了，阿克上比较好游走。
谢谢原子续约的领主，谢谢。狼人这么凶吗？直接裸破败的。杰士别冲动啊，兄弟，先拉一下。我操！我不来你嘎了，真的，你这别急啊，哥们，我差点老蓝麦连连你人都没了。他这顶的太着急了，让狼人再装一下嘛，狼人没双招，这不我必杀他。等了个尸体回来。这好像中野，我们中野联动了哈。回家。杰斯估计还是打不过狼人，出破败加致命节奏的战斗力太强了。战斗力太强了，换线吗？感觉不该换呀，哥们。中路塔没了，阿克桑现在应该是拿到中线一直游走，但现在让他们双路站中的话，阿克桑还有可能被他们双路杀的。这换线不明智。视野做的也太深了，对面。11个助攻。我现在要保二杰斯了。被狼人给吃了，二分一估计嘎了，二飞惨死。我来把真眼先点了。你走不了，我有推推棒。是吧，其实应该我都想撸女妖，女妖感觉比中亚好用一点。狼人大招未大招全是那种，对。谢谢原子的干杯，谢谢。这条龙我们得控了。杀对面辅助。永恩想跑，跑不了吧？还有个小法，逐个击破。先锋也不能放。
妈的，这狼人他妈天天偷老子野怪，我受不了你了，真的，你小子他妈怎么这么能偷啊？怎么那么缺德啊你啊？天天偷我东西。这人没事干就跑我野区偷东西，真的是烦人。不是要保阿哥上，我就这把就盯着你抓了，一直偷一直偷，难受得很啊。老偷子，我不跟你打，不要想着我给机会。别追了别追了，老哥老哥对不起。哎哎嘿嘿，哦呦哦呦，干死你啊，还有你是吧，还有你小子，中央 R50， 谢谢可乐血的公爵，谢谢可乐血的公爵，大气。啊，你说为啥又一个人跑中路送了？他一个人跑到对面 R 塔去，我这个看不懂啊。他这么想死吗？这么想死，拦都拦不住啊！谢谢可乐的干杯，谢谢。374/12级，阿哥上被连续终结了，小心啊！这么凶。坏了，得稳点啊，我操，怎么打得这么浪啊？
阿个上好浪啊，这兄弟真的浪，出来就是他总现在总是一个人上去跟那边换人头浪的飞起，真的。谢谢可乐送的浪的飞起，真的有稳点，真的有稳点，太浪了，这样会出事的。我们现在一个高地塔还没破呀。 他打不过狼人，真打不过，冰拳的。啊，我蓝 buff 呢？又浪了！你们一个个到底想干啥呀？看不懂啊，突然。 我咋突然就看不懂这游戏了呢？突然之间就看不明白了，怎么都这样玩游戏啊？啊！ 这游戏玩的，这游戏玩的，到他妈到底是搞什么哟？拿个5v5这么难吗？ 藏经塔被别人拿完了，这浪的。 我说实话，现在打团我觉得都打不过了，真打不过了。唉，太他妈抽象了，这个。非他妈要一直浪，这浪了起码10多个人头。 这样上，我操！就是这阿哥上开始先浪的，这阿哥上每一波拿1000块钱上去一个人跟对面玩，我就。 真的是看不懂了，对面感觉都要上票了的，嗯。
那是要上票了，已经。又太抽象了，真的。真的是太抽象了。这种局到底是怎么回事呀？嗯。